不要告诉我刘先生贴的封条，封条是不是你撕的？这东西是不是你？封条是不是你撕的？我要封条，你刚才开门的不是打封条是不是给你撕的？你开门，你打开门都没开封条吗？你开门是不是你打开的？你刚才说封条，你刚开门是不是你开过？我封条你动过了。你昨天是不是说我动过了？你不动，我们也不让你在家，最基本的，对不对？我讲道理，我配合你们，你们怎么做？我叫你的，叫人安排上来检查，你别说答应了，你事后你搞这一套。你现在出尔反尔，你讲的话你都不相信，不想认你。我是个合法公民，你们你现在违法，你欺骗我，你知道吗？你骗我，你欺骗我。我欺骗你什么？你别欺骗我啊，我有录音的哈，我有录音。你现在是不是十几天没有做核酸了？有没有做核酸是我的个人问题。不，我查过，没有这个不构成违法。有，构成违法。不构成违法。构成违法。我们去公共地方，我在我家里危及公共。我在我家危及什么？我在家里门都没出过，我危及谁？应急管理管理，我在我家里没有出过门，我威胁了谁？跟这个，能不能我威胁了谁？快点，我威胁了谁？快点，反正我的脸是谁？快点，你跪下，你出现了证件给我看先。对，我现在不给你录，你现在你穿好衣服就给我看。你这么凶干嘛？你先穿好衣服去。凶什么？啊，我的脸谁打的？没有人打你。没有人打我的脸，回家了吗？现在赶紧，赶紧！你有什么名义嘛？刚才跟你说了，现在穿好你的派手。你刚才以什么名义嘛？第50条，这个违反这个。我配合你打那个做那个和解。你可以配合，配合你做和解。你和解人员在哪里啊？在楼下。在楼下。衣服下去再说。你不是这栋不是上门叫和解吗？别上上。哦，别动。他自己知道上门做和解了，他不都不知道吗？你刚才讲的吗？好。行了，上手杖，上手杖，上手杖吧。不配合就这样了。上什么苦杖？如果你不配合，不配合，我们强制传唤你，就是这样。好了，传唤你到合法派出所，接受调查。如果你不配合，我们强制。你把那个条例我看一下，我强制打开条例，我出来给你看。你现在让我看，出来给你看。我现在给我看，我半天，我一个小时，我都做不完，应该是。给过你机会，快点，不争取，快点。穿上。穿衣服。要不然你这个上班直接拖走了。好吧。这人都不讲理，你每天都在敲门，你听到吗？每天都在敲门，十几天一直在敲门。我晚上睡觉，我白天睡觉，晚上醒来，有什么问题？每一天24小时都可以在睡觉。对呀，我晚上醒来不行吗？这个是你自己的狡辩，什么狡辩？这是狡辩，这就是不辩。我讲个狡辩什么？大家别，我一个月都没有上过班，没有出过门。大家别争这个了，快点，给你机会把衣服穿上，好好配合，真的，要不然真的会被拘留，提醒你一下。你们现在我觉得他的态度很有问题啊！我们态度是根据你的态度来的。我什么态度？我们在这个……我电话里跟你讲，你要大额差事做核酸，我是配合你，叫你再安排人上来。我说完。你现在搞这一套，不要！现在我们做什么？你现在搞这一套，你承不承认你讲过的话？核酸带你做，核酸带你做。你承不承认你讲过这个话？不，你核酸带他出去，别讲了，肯定的。你承不承认？你承不承认？我要联系防疫部门的人处理。你再我不给你打电话了啊！你快点穿上衣服，你有事有配合没有？你有其他情况，你再申诉，再打电话都没有用。现在你的第一要务配合我们的工作。我跟你在那里没时间跟你耗，听到没有？你快点我们工作。我配合你检查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这就是配合我们检查。啊，你为什么要配合？你先穿好衣服。你穿好衣服，我们也要保护好自己，知道不？我都不怕，你还怕？我们肯定怕了。你这是在管控区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出过门，十几天的核酸，邻居他每天都做核酸。你讲不讲理的？我们每天都做核酸。你讲不讲理的？每天都做核酸。你是人民警察，你别忘了，你是人民警察这两个字。人民警察是违法执法的，你这已经违法。你现在对你的人民是怎么保护的？那是因为你自己不配合，你配合大家都好说。我怎么配合？你是不是还要这样啊？你看这纠缠有什么意思啊？我先跟你讲清楚，你可以配合人员去走一趟，但是你告诉我是怎么处理，你不要再威胁我。不威胁你干什么？然后有法律的，你不要威胁我。快点走，衣服穿上。我犯了什么法？衣服穿好衣服。刚才我犯了什么法？重复了几十遍了。我犯了什么法？我们这个犯了什么法？我在网上查过，配合，我没有做的时候不违法。你自己这么不违法，不一定不违法，知道不？我查过你是不违法。我查过你是的，不违法哦。啊，上铐上铐，你上什么铐啊？我为什么法？上铐，强制转换你们派出所接受调查，上铐。
戴好口罩，现在传唤你到派出所接受调查，可以吗？大不在，我不配合调查，但是你做事情，你讲不讲？你给我知道你是谁啊？可以吗？我不把派出所民警放在位，你给我知道你是谁可以吗？我把派出所民警放在位，录好像。你让我知道你是谁？你去派出所，我告诉你。你现在告诉我，我就去。福宝派出所，范国辉，警号053644，可以吧？名字。福宝派出所，民警方周辉。方周辉，快看一下。啊？看一下。不，我现在这个不给你看，这个。为什么不能给我看了？你放在你快点。你现在执行公务，你不让我看你的身份证，你的证件，你觉得合理吗？我已经跟你讲了好多遍了，好吧？你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给你看。你不用给你看。你现在不给我看，你为什么不看？走吧。我会动，你不要动手。我会走，我会去。我走，你快点。20遍了，配合了没有？你出现证件没有？我要不要再给他说？你出现证件没有？再给衣服。快一点！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出现证件没有？拿好衣服，最后一次机会。你为什么不出示你的证件给我看？我现在没必要，到时候给你看。你现在没有必要，你小心。好，可以了。谁证件我看？你别动，手机。拿走。你不要动我手机，我去。别动我，怀疑我其他东西。你不要动我手机。好吧。看，大哥，穿不穿？穿，穿没穿？穿不穿？穿。什么人没见过我？不穿了，穿不穿？行，给你穿就行了。你这么凶干嘛？什么人没见过？看你这种人，里面有什么？不是先穿了，好，你先穿。现在有。你不要弄坏我手机啊！不会要，不会。我看了看那家脚也弄坏了，那个力气那么大。好好跟你讲话，不要给你做事，你这么骗我。我干嘛锁上了？干嘛？别着急，我跟你说。空调贴了，治疗贴。空调让空调贴了，来，这样穿的。从这里放脚，左脚右脚。说话注意文明。说话注意文明。现在辱骂。像你现在打了我的脸。现在辱骂都犯法。我问你，出现证件你就不能证人？你都不给我看证件，很多证人录像可以啊，你把这录像拿去看啊，连证件光明正大都不给人看。你先穿好衣服，下去再说。大家先把我的搞破了，如果说这个事情。侵害执法，我告诉你。侵害执法，侵害执法，你这个侵害执法，我真的问，我知道在什么叫执法，我怎能站在你执法？我不要你检查了吗？检查，你们配合我们的工作啊！像，你把我的电话还给我。我是跟我家有私人通信电话，你把电话给我。来给你。下楼给你。坐。扣掉，把那个双面胶拉上来，扣一下。面罩不影响，他戴着给你。好，对，戴了吗？出来了。好怕被你说骗了。你把电话先还给我。楼下。这是我的手机。我知道。你现在谁都没打电话。没有要你的手机。没要你手机。是这个合同那么费劲吗？我不是叫你在拍的做核酸吗？啊，你怎么还没检验呢？过了十几天了。我们就要先拍。整栋楼人都是每天在做核酸，只有你一个人。30天没有出过门。你没出门没？我们医务组白天晚上都在敲门，每天测一次核酸。这个楼要14天要交核酸阴性。你先出来。先出来。14天阴性证明，你这个30天十几天都没做核酸，你做得过去吗？什么叫说不过去啊？我晚上睡觉，白天睡觉，晚上醒过来，有什么问题啊？你可以这样狡辩，是你自己。什么叫狡辩啊？事实就是在晚上1点钟之前都会有人敲门。我没有听到有1点钟敲门。你可以问27栋的居民。你不要给扯这些东西。你如果你为什么不留联系方式给我呢？那你可以问居民。我去问谁啊？啊，我去问谁啊？去哪里问啊？什么群啊？最起码你知不知道有封条？我问你。你封条，我看几家有封条啊？你知不知道这栋楼是？不用扯了，是管控区啊。扯可以没？政府有法律的，你相信政府？有法律让你拿我手机吗？你把手机还给我。你现在把手机给我还给我。等一下给他。
行，你下去给他吧。我们现在都不动，你急啥？你别把我手机弄坏了。我们没有动你手机，没有人动你手机，你可以看得到啊。你刚才那么大力，你把他手机差点弄坏了吧？我现在检查我手机有没有损坏。损坏我们赔你，可以吧？这么做可以吧？损坏吗？来，走。最后一下啊，大家都好好好好。怎么样？这个大家这个冲击，你看。慢点，可以滑。把我手机还给我。手机，你别乱录啊，这个没得事。我没有录你什么，你刚才想说下来把手机还给我。